everyone, this is Lily and this is going to be my first video about the TOEFL test. So if you have just started preparing for the test and don't know what to expect, definitely stay tuned because I'm going to talk about how to make a study plan.还要不要先做考题，可不可以就是跟老师的进度，但其实我也就是强烈的建议你先做一套模拟考，然后了解各个题型，然后在上课的时候你可以更了解老师讲的内容，什么部分是你的缺点。那哪里可以做这个模拟考呢？最多人使用的资源当然就是考满分还有这个托福小站。那考满分的话，它是有线上的资源，那小站它是离线的，各自呢都有一些不同，那可能答案有一些不同，不过呢还是建议大家从 TPO 30之后开始做，比较接近现在的这个难度。第二点呢，就是要能够非常了解自己的需求。那这个需求呢，第一最直观的当然就是成绩的需求。有些人门槛是80分，有些是90分，那严苛一点好一点的学校可能需要100分。那这个情况下呢，当然就是以冲的越高越好，但是有些学校有单项成绩的规定，也就是有些学校他会要求你，好，例如 speaking， 特别是校园学院 speaking 可能会要求你至少要拿到22，甚至有些有26、28分的限制，那你就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当别人会把口说放在比较后面练习的话，你要把它拿到前面，多做准备。那再来呢，就是申请的时程是非常重要的。交换学生大部分都是10月的时候在上学期申请，出国申请研究所的话呢，大部分的时程是加拿大早一点，可能11、12月，美国呢晚一点，大概可以到1、2月。那这些都必须要排在自己的读书计划里面。再来有一点也是非常重要，就是了解自己的实力。如果你的实力呢是可能现在做托福考试还太难，那我觉得可以把战线拉得长一点。那我个人感觉托福的准备时间大概是3到4个月。为什么要3到4个月呢？难道你考试就只准备3到4个月吗？当然不是哦。那准备3到4个月的意思是呢，在那之前你应该是要多花时间加强自己的实力面。那如果你的实力面拉起来，你再针对 TPO 或者是再针对真晶体做准备的话，我觉得会更有效率，那也更知道自己的方向哦。好，最后呢就是GRE， 看看自己要不要考 GRE。 如果要考 GRE 的话，别忘了放到时程里面的安排，同时准备托福跟 GRE。 三个字不可能，真的太难了，除非你就是英文底子非常非常好，你可以就是同时进行。但是之所以没有办法同时准备的原因是两个测验它考的能力差距太大了，因为 GRE 考的非常偏重逻辑，托福考的是一个语言应用能力。那最大的差异就是托福非常偏重听力，但是 GRE 完全不考听力。所以两个项目呢最重叠的可能是阅读，但是其他实在是方向差距非常大，没有办法同时准备。那么这时候时程的规划就非常重要。先了解自己能够念书的时间。那念书的时间呢，除了每个人状况不一样，每个人的喜好也不一样，有些人就是喜欢带状的时间，有些人喜欢用零碎的时间，那可能有些人就是开始念
术到真正专注之间要一个小时的时间。那每一个人的要求都不一样的话，要先了解自己时间的分配。再来呢，就是要了解自己最弱的项目。了解最弱的项目呢，就可以从刚刚做的那一回模考就可以看出来。那我觉得四个项目最迫切要加强的绝对是听力，因为如果你做完一回模考，你一定知道除了阅读之外，每个项目都有听力，都有整合的项目，所以听力不好对分数就会蛮吃亏的。然后之后呢，还有各科的读书方法会再一一和大家分享。第四点真的太重要了，但是它也是最简单的一点，就是报名，拜托先报名，一定要先报名。特别是如果你在旺季的时候考，旺季大概就是每年的那个暑假，或者是到暑假十月，一直到隔年的一月，因为大家都在准备申请交换或者是研究所，那这时候托福的考试的供需就会有点不平均，那考场相对非常非常的强哦。先报名，先缴170美，你可能读书的动力也会比较大。那有些人会问转让的问题，所谓转让呢，可能你在 PTT， 你在很多网络的maybe study group 里面有看到转让这个部分，但其实 ETS 目前的规定啊是不能够换名字的，也就是一般所谓的转让是一个你退我选的状况。那你退我选，当然可能你约在一个半夜的时候，然后两个人一起一个退一个选，但是中间一定有风险，而且当然你可能在你非常需要考场的时候，你可能要再贴对方钱。所以总之就是拜托一定要快点报名。那报名要怎么报呢？ ETS 的网站官方，那 Google 一下一定有很多报名流程的教学。比较重要我想提的是，到底要报几场，到底要怎么报。刚刚上一点的时候提到，大概准备的时程是3到4个月，所以我建议你3个月的时候啊先报第一场，再隔一个月，就是第四个月的时候收到第一次成绩跟第二次考试，隔一个月你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的读书方式以及脚步之后呢，第四个月报考第二次，我认为先报这两场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报名方式。Thank you guys for sticking around till now. I know it's my first video, so it might be a little bit awkward. But anyways, I will definitely be doing more videos covering all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test. So if you're working on the test or if you're planning to take the test, I hope it's gonna help you in some way. So definitely stay tuned and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